本游戏含有粗俗用语，情节描绘轻生、死亡、暴力、赌博，不适合儿童游玩。聊天室儿童该走了。踏入只有顶尖好手才能发光发热的高赌注圈子，此模式中死亡后无法逆转。波特豪斯小姐，你看起来很不小姐。殿下，你睡得好吗？为什么他一脸鸡掰啊？我是这个人哦，我一点也不关心。圣杰曼伯爵，这什么倒酒暗都？要喝多少啦？这一瓶很贵呢。猫很多呢，倒得好。到时你会在我们打牌时替我们倒酒，顺便偷看我对手的牌，然后你要记对方手牌中最多花色答案号给我。倒完酒拿你的抹布，然后以对应该花色的动作来擦桌子。哦，黑桃就逆时钟。方块上下。梅花左右，我看起来擦得非常的可疑。会了会了会了，我们很强。他跑去哪了？刚刚还坐在这里那个先生还没付钱了，干 ！PP said， 你八成命不久矣，不过不是会死在脚架上，就是死于天花。这得看我拥抱的是你的处事原则，还是你的情妇了。什么？你是怎么办到的？不准给我嬉皮笑脸的！任谁都有可能遇到这种挫折的朋友。我马上去喝了一杯。他不就越来越可疑了吗？我一直倒酒是怎样？哎，这不用操作哎。但你看我们的对手，可以看出他已经开始起疑了。我们要现在故意输是不是？怎么了？啊，我们穿帮了！没人可以对我出老千。加15块，
我叫做伊瑞尼欧·弗内斯，我是位老千，也是暗影中的谦卑的艺术家。我靠，这诱拐他人来获取金钱。看到这个 Q 没有？看到了，我把它放在这边。告诉我 Q 在哪里？我看是这个啦。嘿嘿，哪里？连我自己都不知道 Q 在哪里，因为我一直在玩 OSU。每次洗牌只要放下一小堆牌，向内挪牌，坐在你的右边，所以我会最后一个发到牌，而我们就要把点数大的牌摆到那边去，以确保我发牌时拿到大牌的顺序。哦，我的动作看起来非常的不自然。每一轮的第四张牌都会发到我手上，而因为有你，这些牌的点数都会很大。当然了，我们还不能开始发牌，我们还要洗牌呢。又是这一招。赌二十他会起疑耶，谢喽，我什么都没看见，你们真的很行啊。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？请问吧，你们打牌是为了赚钱，还是你们单纯是为了追求骗过对手的愉悦呢？都不是，每个牌局对我而言都是搭建高楼大厦的一砖一瓦，每个把戏都是大局中的一个环节。JJJ 会不会有点明显？哇，这是门艺术！哎，觉得这点钱就跟去戏院看场戏没什么两样。啊啊啊啊！对不住了，老铁，他不一定会输吧？哎，这个输了我就破产哎。走了吧，走了吧。先生们，很遗憾，我必须离席了。我怕了，我怕了。我们先捞一点钱啊！捏放牌暗号，我们先从梅花开始，从你手牌中打一张牌，但要将三只手指悬在空中。
两个是红心。干！若是 K， 就把手往前伸，放到中间。轻轻的放低，如果是 J， 先往后拉。Got JJ， 嘿嘿嘿，哪里？A 喜最大吗？哎，等一下。不需要什么苹果了，我们应该改说是一天一牌局，医生回家去。只有用丢的苹果才能让医师离得远远的。在这公阿小，自己带牌呀、啊！现在将那叠牌藏到你的掌中，这样不会多牌吗？我们先来假装已经开始打下一局了，而我刚刚才发好牌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居然有两张一样的牌？弄错了啦，先生！弄错，我手上分明有两张一模一样的牌。这只是单纯的印刷错误，我发誓。你把我当成笨蛋是不是？你出老千，宪兵，别把我送上绞架！所以如你所见，将一堆新的牌放到牌堆中原本不会出事的，但要是对手拿到一模一样的牌，问题可就大了，那就代表我们进退两难了。这个酒是很重要是不是啊？哪里有记忆术？记忆术是我的脑袋吗？我刚刚没记。刚刚是哪个 A 呀、啊？梅花 A 哦。等一下太完美了。本局获胜。不是八吗？没那么衰吧，刚刚我发给他。我们被老千给骗了。
得变得更厉害才行，你犯罪会害我们赔上人命的。魔术很花钱，梅花 Q。方块 K， 哎，我靠！被逮到，这是一副一次重复的牌，完了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次恐怕不没人会来救我们了。你饿死了！这局我要赢了，偷牌大师。哎，靠背！怎么突然多了一个人？我要砍了他们的头！哎，我怎么扣了十块？你要什么？我要时间。现在4:16。Oh shit！ 他怎么知道？如果你赢了，我就不吃你的灵魂。哎，靠杯，按错了。哦，主教的屁股啊，我又输了。主教的屁股。反光暗撇，利用反射表面偷看对手的牌面。刚是什么 K 啊？刚是黑桃 K 吗？哪有人发牌发那么久的、啊？船在晃啊！手伸出去又回来看。